很快。你们两个马杀鸡要付钱哎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好黏人哦。好啦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带我去？我也很想。阿鲁回到家，进了家门，他就会攻击。哦，很烦。试过很多次。啊、哦，真的，好可惜哦。他不会照顾小狗。嗯。所以很羡慕那种会照顾小狗的。会捡狗捡猫的那一种，对哦，那个真的很厉害、哦啊，他不行啊，他在外面都没啥这样子，对，啊，回到家进家门他就开始汪，他想说在外面让你汪没关系，对，就是不可以进家门，而且不可以吃他的，不可以吃东西，对，喝完了吗？不是，掐倒了，嗯，不然我想要多养几